我出生在物质生活条件很优越的家庭里，那时父母长辈寄予我无限的期望，为我选择最好的学校，希望我的未来在他们的安排下能够有所为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随着学校各种不良的诱惑，也随着自己在金钱上有足够的拥有，我渐渐地成了学校的问题学生。我的表情总是冷冷的、酷酷的，帮派里称我为小太妹。如果我想整谁，不用多说，丢一个很冷酷的眼神，小姐妹们立刻就去办了。母亲因为我打架斗殴、抽烟喝酒讲粗话的恶劣行为，气得得了心脏病、高血压。父亲多次想送我到少年管教所，但碍于颜面，总是驱车半路有辙回家。那时我麻木冰冷到没有丝毫要体谅一下父母的苦心，和父母之间巨大的不可逾越的鸿沟，即使偶尔坐在一起，一定是痛苦的开始，也一定是在怒骂叫嚷中痛苦的结束。人们说的家庭美好、安宁、和睦，这些词儿在那时与我们是彻底绝缘的。上高一时，父亲看到我把乌黑秀丽的长发染成了淡白色，挥手就打了过来，狠狠地打，把我全身上下打得青紫。也得不到母亲的半点安慰。我恨你们。随后的日子里，我整天在社会上游荡，学也不上了，彻底的离开了父母。在我喜欢上了一个有妇之夫后，他的家人帮我父母开的医疗器械店砸烂了两次。我们前世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，供你养你都是最好的，你却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痛苦和不幸啊！
直到遇见他。大姐姐，你能帮我放进去吗？我够不着。大姐姐，谢谢你，你真好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自己的鼻子陡然的一阵发酸。大姐姐，你等一等，我这里有超级好看的神韵晚会光盘，想送给你。小女孩很恳切的态度，使我第一次露出淡淡的笑容，接纳了。在朋友的住处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流着泪看完了神韵晚会，也不知道为什么泪水会突然的那么多，内心的悲苦，内心的孤独寂寞，游荡的生活好像被这神韵晚会一一都给化解了，内心的沉寂麻木冰封好像都被神韵晚会给彻底的消融了，眼泪不停地涌出眼眶，我第一次有了人真实的感觉，不再那么麻木，有了自己活生生的生命。我好想回家，好想结束这漂流不定的生活。天早上，我回到了小女孩放单张的地方，仔细地看完了所有的文章，感觉心里真是清凉，一种莫名的喜悦冲击着自己，好想哭。那段时间眼泪好像特别的多，内心里的悲苦无以道诉。我开始思考，但我还是不敢回家。大姐姐，也许是因为我内心的忏悔吧，我再次遇到了那个给我带来生命奇迹的女孩。可不可以把每次的明慧周报送给我？还有法轮功究竟是什么？法轮大法是一种教人向善的功法，还有着祛病健身的奇效。师父教我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个好人，更好的人，做一个对社会有用有益的人。如今大法已经红传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，还获得了好多好多的褒奖。但是这么好的功法却在中国被诬陷了，说是封建迷信，也不让人们练了。在谎言的蒙蔽下，好多人对大法开始有了误解。大法弟子多么希望人们都能了解大法的美好和事实的真相啊。哦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口才啊，把我说得心服口服的。他这么一笑，我也好奇地跟着笑起来。也真奇怪，在这个小女孩面前，我的一切伪装都是多余的，即使丝毫的造作也都会在小女孩纯真的渲染下流露出真实的一面。在小女孩面前，我能看到真正的自己。大姐姐，你学大法吧。法轮功看到我满头白发也会要吗？
何况你又不知道我以前。时间对我真是太宝贵了，我长这么大从来都没有感受过的喜悦，尤其当我内心深处呼唤师父时，那难以言表的感激和深深的触动。那段时间抽烟喝酒的陋习再也没有想起过，之后的日子里我的头发又染回了黑色，做了一个大家闺秀的发型，和帮派里的朋友们也都一一断交了。记忆中对以往的生活很淡薄，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人，曾经有过的不同的经历而已。但是我还是不敢回去，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理由，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父母。请您原谅，原谅我给您带去的痛苦。我现在已经开始修炼宝轮大法了，师父叫我做个好人，我不会再去抽烟喝酒打架了，也不会再让您伤心了，请您相信我。跪下，爸，您为了我付出了很多心血，以前女儿不懂事，总是让您和妈伤心难过，我现在开始修炼了，师父教我真善人，我慢慢的会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有用的人，不会再让您绝望伤心了。就这样我们一家三口拥抱着哭成一团。巨大的家庭不幸因为我开始修炼大法，很妥善地解决改变了。看着父母熟睡的脸庞，想想这几年我究竟为父母做了些什么，不堪回首的往事已不想再回忆。在大法的修炼中，我看到了崭新的自己。我轻轻地走到父母的床边，平生第一次做了女儿应该做的事，为父母盖好了被子。早上醒来的时候，为父母煮了清香甘甜的米粥，做了一盘小菜，父母惊讶地笑着，眼眶里又涌出了泪。因为我回来的缘故，昨天和今天的父母神情气度都已经判若两人。大法改变了我，也改变了我们的家。那曾经绝缘的安宁美好，家庭和睦，在大法无边的法力下，像源源不断的泉水涌入我们的家，
涌入我们的内心深处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法，法轮大法真好。